家好，这里是天打下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听。那很高兴啊，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啦。今天话不多说，我们的小零食，噔噔！你看它里面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我们就来吃吃看。嗯，好脆，大家都可以去买来吃吃看哦，好吃。好了，那吃完今天的小零食呢，这个礼拜啊，那韩国很多的歌手呢也是即将要回归了，跟着听一起来看看吧。那12月10日呢，我们 SHINee 的成员泰明呢也是发布了自己的后续曲，那这次的主打歌《寿余宴》呢也是泰明自己作词作曲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期待。那后续曲呢也是先发布了 MV 和表演，也是啊有泰明独有的柔和性，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收听哦，粉丝们也要多多期待哦。那歌手邵佑呢，在12月13日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 solo 专辑，那这也是啊，在 SISTA 解散之后他发布的第一次 solo 专辑。那这一次的新歌《倾斜的夜晚》呢，也是一首带有冬日气息的歌曲，也是有非常温暖的感觉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冬天听着这首歌曲呢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哦。大家一定要多多收听哦。好啦，那很可惜呢，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好圣诞节的礼物呢？那下礼拜啊，听也会带着自己喜欢的圣诞节小礼物跟大家见面哦。那这里是 Tenna 小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， 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